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与环境部共同办理的时光穿梭魔法服装秀《海洋很时尚》，以绿色衣橱的概念展现近邻绿生活。我们永续的概念，旧衣改造，然后或者是把一些生活上不需要的废弃物能够去做一个整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如何跟海科馆去推动永续，结合绿色衣橱，以及把一些环境落实在社区上的推广。那我们也透过祖孙节，我觉得其实爷爷奶奶们可以很开心跟自己的孙子能够一起参与活动。以创意发想，赋予旧衣物新生命。服装设计再创，近两个月以祖孙走秀的方式串起祖孙情谊。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我们旧爱心番主是用我们的二手衣去做我们这个造型的衣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然后展现出来。觉得很开心，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跟吉他姨妈一起参加，很开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走秀还不错，就是表现孩子的一些自信。您看到我这一身衣服呢，其实我们学校一个非常棒的蓝染老师，他们呢在学校呢就制作了这一身很美丽的衣服。那为了要让这个活动更为增色，所以我亲自下场来介绍这一套衣服。共创改造后的衣服带有浓浓的日式风与具有时尚潮流的活力，把环境的保护这样的议题跟我们的祖父母节的这议题整个结合在一起，用回收的一些衣物，然后重新在设计之后就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一个时装。现场座无虚席，民众被博物馆的一场秀深深感动。我觉得海科馆能够融入地方，融入社区，让我们更跟海科馆更认识海科馆，而可以跟海科馆结合在一起，非常高兴。希望海科馆能够继续的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走秀活动中还有设计师组，由三位参加国际超模等大赛的听障者参与走秀，让观赏者感受到海洋元素相融的设计和对话。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